除了讲伫咧家己人公园有来举办着妇孺节的庆祝活动之外，嘉义县社会局嘛特别配合着妇孺节来搞举办着真爱家人女性影像百年特辑相片竞赛，民众送件相当的踊跃哦，总共收集着700多件作品，其中有袂少年代拢真久远，而且却是深刻来记录各个年代的特殊性、各年龄层女性的珍贵相片，嘛为嘉义的女性来留下历史的见证。林华官并外向会叫收集的百年女性老相片时，发现无同的时代背景，有无同的文化，穿插嘛真无同。早年女性穿插甲朴素，朴挂当中都找袂到北部乌鸟鱼、丝行的穿插相片。而百年女性当中有一张女性穿着迷你裙的相片，和林华官不禁回想起就读大学一年级的时阵，曾经穿着流行的迷你裙、面包鞋参加舞会。不小心绊一跤的见笑代志。哦，那个要讲究，就是嘉义女性非常的克勤克俭啊，很能吃苦哈，默默的做事。所以这个解释，我们嘉义哈，嘉义囡仔出国去时阵啊，出去呢比别的县市囡仔吼，可较会当食苦，可较会当安尼哦做工课哈。这个可能都是承袭自母亲朱木染的一个关系哈。这么吃重的工作，女人也可以做哈。这只牛只瘦，但是菜贵吃的，切个包。这阿桑哦，足厉害，足厉害。为百年女性当中，真侪张老相片会当看出，家己查甫人真正是真辛苦，不但处理的代志一手包，还佫爱负担劳动者的角色，为担担、拍盐、种作，逐项来。张华官认为，家己的囡仔外出拍拼的时阵，总是会当展现吃苦耐劳的特质，应该是承袭母亲的性格。最新新闻，就来是嘉义县采访报道。